现在我只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回家，我媳妇在家等我呢。哎，胖胖哥，我们林总在办公室等你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嗯。哎，李总你好，李总你好，先生好，你好，这个是我们社交电商的总监李总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先生好，那就在这儿，您好，好好好，这是从没法过来的，所以我就专门这是一个人过来，一定要过来拜访你们陈这边，一定要过来看一下啊。他也会说吧，他就是说，我就没有别人会说，然后老是以为别人聪明，但是呢，他就会背后多努力一些。我觉得他说的很实在，就是很真诚。他跟那小麦姐，下次再来吧。对，下次再来。跟我走了哈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感觉福建好繁华哦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。我是今天夜里11点钟的飞机，大概还有2个小时就登机了。我现在来到商场里面看看能不能给雪球带个什么礼物回去。也给他高兴高兴。你们真来厦门玩了？不是，我就我一个人过来的。是吗？雪球没过来。我这是来过来工作的。有没有雪球穿的？现在7、8个月。今年就可以穿。好像就像睡衣一样啊。对，这个也可以当睡，也可以外穿。孕妇的话也可以穿。好、漂亮，小小姐买吗？这是雪球的粉丝强烈推荐的。嗯，那你把它包起来吧。好，我带给雪球作为礼物。嗯，好，可以打个折。哎呦，太好了。替雪球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希望小小姐能喜欢，也是你给她选的。这款也比较适合她穿。我感觉雪球的粉丝哈，走到哪里都对她特别好。这个是后面，然后这个是前面。你感觉雪球会喜欢吗？喜欢，肯定喜欢。好的。因为这款也简单，他也不喜欢很复杂。对对对。他喜欢简单款。再一个小蝴蝶结。好，谢谢。这样。好的，谢谢哈。对了。那个这是小乔的一个小礼物哈、这是小乔就是他平时带的一模一样的，谢谢。希望你喜欢哈，谢谢。好，再见哈。礼物现在买好了，希望小乔喜欢。我现在去机场了。好，谢谢哈。我现在到机场候车室了，准备回家了。来了一天的时间排的也很满，一直在忙工作，这是很开心，结果非常满意，也大大超出了我的期望值。现在我只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回家，我媳妇在家等我呢。厦门再见。大家看，我包了一个飞机，就是为了早点回家陪我媳妇，开个玩笑。今天晚上人真少。姐啊，你笑什么？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挺好玩的。现在是1:30，到临港了，再过10几分钟就到家了。快点睡觉吧。